要记得晨间醉走。老师，其实这首歌呢，有融入了一点点的太极的元素。记得肩膀放松，手肘放松，用你的手掌压出去，推出去。来了，手打开，我们伸展一下腰背哈。你有发现我们下半身还是做一点屈蹲吗？哈，记得背打直看去哦。调整一下你的呼吸。把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。记得把你的力量呢，都稍微是向外释放的。最后一次喽。哇，好舒服哦。荷塘月色，献给你们。好，我们要上船喽。小小的船。手打开侧面，好，延展你的手臂往外，来，再看一次，加一点臀部的摇摆，放松你的髋部哦，别忘了笑容。来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呼吸，记得脚一定要站得比肩膀再宽一点点，鼻吸嘴吐哦，舒不舒服啊？健不健康啊？我们是蛙健康哦。来了，双手借给我，并脚打开。好，我们脚往后交叉一样做 side reach， side reach。我讲英文哎哦。好，放松你的上半身，因为这首歌就是伸展了，拉长、延展。来了，小船来了，我们在湖面上摇摆。如果喜欢我们这首歌的朋友，别忘了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。麦克斯的广场舞，来了，我们伸展一下，我们伸展一下我们的腿后侧。好，注意我的右脚、左脚勾起来，脚尖朝前哈。好，回来换边，左脚踩出去。你有感受到你的大腿内侧吗？啊，勾脚喽！注意呼吸，来中间，我们伸展一下大腿前侧。慢慢的，用你的核心去稳定你的下半身哦。来换脚，把心静下来，我们享受这广场舞的时光。再一次喽。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活泼啊？是不是很淘气啊？你们说是吗？都没说话呢。摇摆摇摆，我怎么觉得我也蛮适合你们的发型的啊？啊，制作单位听到了啊，下次把我扮个女儿身好吗？好，好听的这首歌献给你们了。我们要多多支持好听的歌，太棒了！还有一次哦，来这边双手，当你躺在水中央，来呼吸，把心再静下来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很古色古香的临安太古厝，就把这首《荷塘月色》献给你们喽，记得有空常来玩哦。双手，我们收个气，慢慢的，不急，把呼吸调节好。